这个点是什么呀？你说你这个没用的玩意儿，好难啊！姚晨来了，一直我不叫你，这个移过来，这样、哦、听起来好。OK， 拜拜。好棒，你是好人啊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姚晨。姚晨来了，姚晨走了，姚晨回来没吸管，姚晨又来了。啊，没得吃了，姚晨。姚晨来了，终于是姚晨来了。我都刚洗完。没有，我帮你洗干净。好了，来，拜拜。姚晨来了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哇哦，怎么白不开呀？姚晨来了。姚晨溜了。你是个怪人，你是怎么掰开的？今天第一次当大岛新闻的主持人，得做个帅点的发型吧。哎，不知道，先睡一会儿吧，睡一会儿再说，要开始工作了。哦，太恐怖了！我刚才做梦梦到姚晨给我做头发，我这帅气的头，这什么？姚晨，姚晨，创造营怎么可能有这种违禁品放在我的面前？如果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你觉得我还可能不珍惜吗？姚晨来了，马老师是不是很纠结吃还是不吃？没有没有，我已经不纠结了，我就是吃。你得纠结，我跟你说，我教你一个好方法。你看，首先进去拿一个炸鸡，炸鸡，哎，还这个方法、然后就这样，加油，拜拜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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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啊、哦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。哎呀，咻咻咻！啊，也不是。哇，太难了，这怎么跳啊？舞蹈怎么那么难呢、啊？姚晨来了，我教你哦。哦，哎，哇，哈，哈，哇。哇哇拜拜、别走啊浩哥，我懂了我懂了，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小丑，每天都计划想不想你。
tell me， 求求你给个回应让我开心。I'm rea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琛。今天拍的这个 vlog 是我的第一个 vlog， 嗯，可能有些草率，有些不是那么的好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然后这次的主题是姚琛来了，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迷茫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放弃，就心里面想着姚琛在我身边，姚琛会来的。对，我想能够鼓励到大家，然后我们一起努力加油，为我们的美好的明天加油。 OK， 拜拜。